大陆艺人刘亦菲一号中午从北京巴基抵达桃园机场，受到众多影迷的接机，让刘亦菲非常的开心。她一下飞机就向台湾粉丝问好。 刘亦菲这次来台湾是为了宣传重新拍摄的《倩女幽魂2011》，她在片中饰演聂小倩，难免被外界拿来与旧版《倩女幽魂》饰演同一个角色的王祖贤相比。不过刘亦菲看到热情影迷接机，还送上台湾特产珍珠奶茶，心情大好，对影迷的请求通通来者不拒，献花、拥抱、签名、合照，满足每一位影迷的期盼，花了好几分钟才通过入境大厅，也给大家留下和蔼亲切的好印象。联合报记者陈嘉玲，桃园机场报道。